有些事情看似是命运使然，实则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动了手脚。你明白吗？皇宫里的争斗都跟封印有关，可人心里这些爱、恨、生死亘古不变，英杰到底干嘛来了？为的一个公道，成就起案子，不管他杀的人是谁，定要缉拿归案。